10月15日晚，第二届北京青年艺术节饕餮爵士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行。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为在场近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听觉盛宴。艺术节星光熠熠的明星助阵不同，此次艺术节相当纯粹，参与演出的真是在校或者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正如本届艺术节艺术总监徐之彤所说，今年的北京青年艺术节就是要打造纯粹的音乐会。东星娱乐整理报道。